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VBS KK 天宇。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，刚刚在书店买到的贴纸本，有第三季还有第五季。那我们就先来开第三季的好了。我们要把这套子割开，就是这本，这是第三季的。哇，迷你耶！然后边上这个。心跳雏鸡、红灵朱里、熟料，这是什么？百合花、有栖川雨女、一只来风、藤堂百合花、北大露营，然后紫吹兰、大空迷里、大空迷、心跳雏鸡、冰上锦、新宫梅、雾石葵。红灵朱里、冰上锦、心跳雏鸡、大空迷离，哦，是剧场版的，剧场版的，还有那个情节，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是谁啊？然后还有卡片。这是2014第六弹，那是日本的。这是第二季第六弹的卡片。这个好像也是贴纸吧？第六弹，这是第三季2015年第一弹，就我们的第三季第一弹。2015年第二弹，就是我们的第三季第二弹。找到，就不知道是不是帖子。然后卡片，哦，学生证怎么会？然后它还有场景可以给你贴。那我就不贴，因为我们这是在拍影片。还有这么多本，再来我们要开的是另外一本，是第五季的，我们也要把它割开。这本第五季，这条码不太好看。哎，看这是大字。有那个书的味道，贴纸的味道，红眼优美，红眼梦。这个是如月飞鹰。这个我少翻一页，百鸟居。三阶堂柚子，香草夜空。英缇罗拉 and 七仓小春，找英语 and 香草真什么的 and 班英丽丽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五、哦、五、哦、is four。一年级生。品牌，买 Little Hot 有这两个人，应该是品牌我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我品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这是 Roman Kiss，生活照吧，对，生活照。可以写他们在讲什么，是名字的。
好，最后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加一赞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